大家好，我是罗永浩。和大家一样，在过去的时光里，我也有过被运气常驻的时刻。有才华的人不应该被埋没。这一次呢，我和五位优秀的音乐制作人并肩到来，他们分别是大家好，我是音乐制作人荒井十一。人与音乐的吻合是我认为宝藏音乐的标准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张伟。忠于自我是我认为宝藏音乐最重要的标准。大家好，我是陈丽。我希望找到音乐和人格高度统一的音乐人，然后把这样的宝藏歌手推荐给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推选人刘柏欣。我心中的宝藏音乐人的标准是有独一无二的个人风格，然后在音乐里能够放飞自我。我希望把这样的音乐人推荐给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源。我希望在这里听到能够用音乐讲述故事的人，然后把它推荐给更多人听。谢谢。好，期待你们的表现，我们在展示舞台等待大家。